女子体操裁判全部是女性，这和艺术体操是一样的。13.95分。飞路自由操，快速后直1080 ，A E 的连接加0.2。900、360 ，D C 加0.2。后540，前540 ，CC 加0.1。结束，虽路前面的三项之后的排名不是特别靠前，但是我相信这一套很有竞争力的自由操将在最终将他的名次提升。14.55，总分目前排在第三。邓玲玲自由操。540、360 ，CC 加0.1。
团身旋，这属于大空翻了。团两周地组的技巧，去两周结束。质量不错，难度中等。13.55，这样总分目前排名第六。谭思欣自由操。前手翻前直720接一个跳步 ，DA 的混合连接加0.1。地组的技巧，540/360 ，CC 加0.1。900接跳步，又一个 DA 加0.1。谭思欣四套比完，最后一套自由操发挥也相当出色，虽然没有大空翻，但是连接很多，加上前三项也领先，所以最后的这套自由操使得他最终很有可能会冲击一下金牌。女子全能前三名的颁奖仪式，第一串冲出去了，第二串就捏了，明白吗？
了吗？他调整总结，算最后一趴，你调整过？就是要总结，为什么是完全让我让团体就特别纠结的？咱们2007年四月才团体才纠结，你就在那喊你排的人，对我听见了吗？所以我到底有什么？成绩出来了，14.00，总分58.00，最终谭思欣是获得了女子全能的冠军。姚金楠57.1，获得第二名。15岁的小将曾思琪获得了第三。穗露获得第四，江颖元排名第五位，黄桂丹获得第六，邓玲玲获得第七。杨一林是获得第八。